台北市北投区，由于境内平埔族认为地热古冒烟是女巫做法所致，因此用族语里的女巫一词来命名该地。以温泉闻名的北投，日治时期开设第一家温泉旅馆，那卡西艺伎表演、机车外送鸟啊，都曾盛极一时。虽然跟天母共享贵族生活圈，但新建案均价却以2800万排行北市第三清明。上班时间的北投又有哪些闲人呢？首先在北投市场遇到远从基隆来募款的吉他社同学。对，我们已经去了哪些地方了？我们目前都有来这边。对，目前的业绩怎么样？你们有算过里面多少钱了？还没。你们的目标是要多少钱？十四万。三场表演要14万。你们怎么会选择来一个老人市场募款？这里人比较有情怪，没错，亲切。第一次来就觉得人情味很够。对，马上就迎来一位恩客。你爱我，虽然我真的很傻，很多人说我像金城武，真的不意外。这叫人海有聚有聚有见。需要多少钱？总 total？ 哎耶耶，谢谢。你是我的耶，我去领钱。啊，你真的要去领钱哦？我领1万块给你。真的假的？怎样啦？真的。啊，唱大声一点，嗨嗨嗨！我等下1万块给你们。人间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飞过的。改一个你们的账号，我去办事情，我把1万块就直接汇到你们那个。我们没有账号。你先给。好。不是，好，然后那你等我嘛，我等下过来，好不好？继续唱，加油。谢谢。好兴奋。很兴奋，我也是。我变成圆梦节目了啦。我希望他回来。北投真的很有人情味，好想要他妈赶快回来。午餐后又遇见了他们。阿嬷来了吗？我们还去邮局找过他。真假的？那你们要回去了？嗯 ，baby。看起来很沮丧，对吧？这里人比较奇怪，没错。第一次来就觉得人情味很够。对。欢迎来到台北。接着路边这位女大生，手机壳很特别。你跟张小姐合照。她帮我签名，然后就续费。看比赛的时候，看他那个画风都帅，他就反正打桌球都很帅，然后就对桌球越来越有兴趣。那也会很嫉妒他老婆吗？他一定也会这样讲，是不能公开的嘛，会被其他人打。他朋友啊，就是周杰伦的粉丝，然后他就很讨厌昆凌，他就一直叫他昆虫。我也会说他是绿豆。我私底下就叫他老公啊，有时候是江太太呀。那他们的小孩呢？怎么办？可能是我的小孩，然后是代理孕母。女人的嫉妒心果然很可怕。捷运站旁遇到我们的粉丝，我今天上班要迟到了，我是一个粉丝，我要迟到，我都要爆冲。那你到底想起我们的名字了吗？哎呦，我真的忘记了。你给我选项。儿女。对。对。对。每次每次。儿女、养女、孙女。我们询问到很多住天母但生活圈在北投的人，像是来石牌商城觅食的这位。对啊，在一个外国学校。美国学校。没错，干嘛要聊讲出来啊？对，我是厨师。我还想说，就是要透过什么手段才能进去当老师？就104啊。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学校的厨房大概是什么样的形态吗？主要就是有中餐、西餐跟烘焙。对，然后就是都是自己做，就都没有叫外面的，就是什么现成品什么的。对，我们一餐好像是算110还是105吧？
对，就台币，台币。我在学校之前呢，就是那个 Friday 啊，就是收掉的那家。之前工作的餐厅有任何一家倒掉了吗？哦，还有啊，我不好讲吧。和鸣啊，有听过吗？去哪一家倒哪一家。午后的公园里，发现一位神射手。你们投篮投得好厉害哦。没有啦，打这个是很好啦。真的、哦？哎，那你会流汗。我78。78。等下有一个80多岁的大姐哦，吃饭吃不下，睡不着，打一打身体好，所以她天天来打。那你想不想挑战1分钟可以投几颗？开始。2、3、2、3，停了。可以挑23颗哎！啊啊，我按下去了。开始。我还不错啊，比我会比较多哦，因为我已经打累了，你才来。哎，怎么这样啊？打多少？我打10颗。教练，我好想打赢阿妈。不止投篮，还有人自创舞蹈。Hello， 不好意思，是自带音乐吗？这台音响不错啊，然后有点这个帮助运动啊。比较起劲，对对对，持之以恒。那你都做什么样的运动啊？没有，就是走路啊，拉筋啊，这样子。这样啊，这样拉。健身的，就是说我有这样拉。就这样，就明明努力这样拉，这样。那这个适合做什么样的运动呢？这首歌。哇嘞！就这样啦，这样转啦，就这样。配合节奏。像他们听到我的音乐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天蝎 VS 晴天，接着捕捉到北投公园散步的夫妻。那你们觉得这边怎么样呢？我一直很喜欢这里啊，我觉得很重，还蛮舒服的。不要勉强原厂，没关系。在上海常看频道哎。你在上海工作？对，我们已经很早就回来了，你放心。那你们还回去吗？对，现在好像不是很好的消息，所以说我们都延到月底。那在中国什么娱乐？没有娱乐，没娱乐哎，赚钱。对。然后八大人。最后，我们遇到泡完温泉的阿嬷。是好多外国人，你如果到了夏天的话，你来看哦。好像变成那个世界各国的都来了，因为他们那个都穿比基尼，身材都很棒的外国人，他们都吃3.4的，我们都不敢穿那样子。他有就是身材很好的年轻男生吗？也有，有那个八块肌都练出来的，年轻的那个样子帅哈，又长得帅，尤其是外国人真的很帅的。我是有点发现哈，我们那个外国人哈，他很慈悲，因为外国人每次他长得自己长得那么帅又比较找的那个女朋友都是那个是东南亚还是哪，我不晓得，反正亚洲的好丑。这个又要讲了。结论啊。关渡也在北投哈 ，Sorry。小五的诗 Take One， 那你有跟他约会过吗？我也想啊，多希望站在旁边的是学长，不是你、啊。我也希望站在旁边的是王总，不是你、啊。哦，那你就叫王总过来嘛。王总他开他玛莎拉蒂在那边等我，在我上班的地方等我。你在那边欧北攻。小五支持 Take Two， 是在那个做暖身的啦。那个吗？哦，是那个哦。白痴哦，你朋友你认不出来哦。太远，你眼睛度数几度啊？看不清楚啦。哦，我那上班很累。你是昨天太操眼花了？每天都有人要框我出去、啊。哦，看不出来我们家轩轩行情这么好哦。小五支持泰山。你知道今天一个晚上我陪你看10分钟哦，我才可以赚10万哎、欸。你屁！你的行情10万，今天晚上有多少人要框我出去？哈喽、哦，我陪你在这边看学长浪费时间。你看，现在几点？现在几点？没有手表。
还剩十分钟。你看到，他要开始游了，他要开始游了啦！他真的不会看到你，他那么远看到你，真的是视力很好。你就不知道学长视力很好，哼！尬聊，太尬。太。